在农村学校，我发觉啊，有很多学生都是留守儿童，大多数都是父亲或者母亲是吧，在外面打工，有时候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来照顾。这个是墨子，我爸从我两岁的时候就开始打工去了，每年回来看我一次，有时候还没回来。我妈妈在我很小去世，然后爸爸就出去打工。他好像到这红岩找了个老婆，好像他说他就那样走了，也一直没回来。我很想他回来。他的妈妈跟我在外面一起打工走了很多年了，现在一直没有回来，两个孩子都很想念他妈妈。他走了以后，两个孩子就叫他姑姑带上，我就在外面打工抚养他们两个。他现在已经向法院申请了离婚了。在单亲家庭里的孩子心理和生活上缺失了一种爱，有困难的时候都是每一次都是自己去面对，都很羡慕别人家长父母亲在身边那种支持。湖南主要做留守儿童的工作，在这里主要的工作就是探访学生，就是问一下他们的最近的情况。学生如果我们知道他当时遇到什么情况、什么问题，然后可以立马的去跟他们有一些解决。最主要就是可以给他们建立一下个人的关系。会不会有那种盼望有一些大人在旁边能够听你的心里话呢？不需要哈。为什么呢？他们都不懂。父母的离异是吧，导致了这些孩子的性格内向。你非常关心他，其实很在乎他，但是呢，这个学生他感觉到啊，就是不愿意和你靠近，不把他的心思嘛打开，所以教育起来也确实很难。他是在渔船上面打鱼。当时他正靠着那个发电机，然后就被那个给打中了，那个就是心脏那个地方。听到父亲去世这个消息，当时我还在教室里面，我就觉得这他们是骗我的。父亲什么事都想做过，他有一天，我爷爷的癌症去世了，只有我和奶奶在家。在他生病期间，我感到很难受。我一直希望自己有一个家庭，自己过得很幸福。这张床原来是我奶奶的床，这床，这是我奶奶的相片。好像奶奶对你做了什么东西，让你每次会想起。他做的饭。他做的饭好吃。好吃，就是每次的，我爸爸做的苋菜。他做的每次做的剩菜，我都会想起我的奶奶。妈妈也因垂颈忧，几乎双目失明，一直和年迈的外婆生活在一起。她每天啊，她说腿疼啊，然后外婆现在他们两个也现在没那么和好，就每天妈妈她都想着我快点回家，
照顾他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的情绪不那么好。其实不是你要去替他们做什么，做多少事情，或者是替他们解决有多少问题，最主要的就是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你对他的有一个陪伴。虽然我可以说有一点点能够体会，但是有比如说有些问题啊，有些事情还是不能够知道该怎么更好的去帮助他们，所以我觉着需要一些在心理上就是辅导的主要学习辅导的辅导老师。现在我在这所学校里面大概有30多个学生受到了这个爱心团队的嘛资助，他们给这些学生实实在在的帮助。农村嘛，都比较喜欢生男孩子。我有两个姐姐，因为家中的经济情况不能完成他们的学业，我很有幸能够上高中并且上大学，这都源于你们，真的很感谢你们，真的帮了我不少，不仅在经济方面，还有在思想方面。这是我们家的狗，原先我们家狗有3-4条，都不知道怎么死了，被毒死了，死的时候都是口中冒着白泡。我们这里有个男的叫李晨，他有哥哥，哥哥是读大学，他在长沙读书，他考起了兵，所以我也想当一个兵。我以后想要当一名科学家，因为小时候我在电视上看见了科学家，所以就想当。我现在的梦想就是先好好读书，然后就考上高中，然后再去考大学，出来之后然后就去当一名教师。下周星期六我会参加高考，如果我考上的话，将会在大学里面继续深造，想成为一名电子工程师吧。我希望他们得到帮助之后能够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，然后回过来再能够走到嘛我们走过的那条路上，让他们能够嘛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。我就想作为我们外甥，我想把我们的家乡都打扮一下，我也想像艾米斯特阿姨那样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因为我也是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，我希望更多孩子能够比我更幸福。我是希望呢，就是我们在这里能够就像林老师说，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学校，虽然我们也会在给他们有影响，但是最主要他们的影响还是来自于他们的老师，所以我觉得老师是对他们影响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自己的一个学校，然后有自己的老师，然后对他们会有真的有实际上的很多的一个帮助。以前到有说学校的时候感觉到嘛，在那里做得很好，那些学生是吧，通过资助啊，通过老师还有嘛资助人之间见面，好，这些学生慢慢的从内向走向了嘛比较开朗。对我来说最大的成就感不是有多少学生信主，对我来说最大的成就感就是跟他们的关系慢慢的在拉近，对我来说是让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可能也有过比较灰心的时候，但是我一直相信这条路是没错的，真的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，我的帮助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，我的帮助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阿嘞。